那个时候我是跟那个蛙哥一起参加那个红色台的，还是那个蓝色台了，还是那个橘色台的那个晚会，我忘了。因为那一年我参加了那个晚会挺多的，这是跟蛙哥一起上了当伴舞嘛。我们蛙蛙酷宝是红色的那个外衣，在那个晚会现场发现全场都是穿红色的，结果我发现好像这穿红衣服不是为了我们。戏剧性的一幕来了，因为我们艺人都是一起在后台的，两次都是这样，因为我在两个节目上面都见了他，就是两个晚会都见了他。然后结果临近上台的那一刻，他被通知说不准上台。就这样，你懂那个感觉吗？就是还在跟我们讲话了，然后突然 PD 就跟他讲，那个你不能上台。不是哪一个台是这样，是两个台。基本上那一次我两次见他的时候都是这样，然后当时就已经知道不能上了，然后就走了嘛。是穿红衣服的人就等到了晚会结束，然后那一刻我才知道，原来他不是支持哇哇酷宝的，原来他们不是在等我们哇哇酷宝，原来是在等 XZ 的。我想起来了，他有两次，第一次是十月的时候，我记得好像我有点不模糊了，第二次是跨年啊，第一次是十月的时候，然后他被叫停不准上台。第二次是跨年，两次他都被临时叫停不准上台，就是可能领导就说你不准上台你可以走了。两次都是我，不好意思了，那一年的保姐没有过气，还不用就是机器教跳舞啊。这个爆料就是到这个地方呢，因为这个事情呢是我就是亲身经历的，就是我看见的，所以说我能看见的就不叫八卦，这叫事实。